寻找巴渝美食，讲好重庆故事。欢迎来到感知重庆好感传播之渝味传五洲的活动。民以食为天，一道道美食也是重庆的一道道美景。鹌鹑蛋红烧肉，叫鹌鹑蛋红烧肉。我叫王侯，王侯将相的王侯。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颜色也特别的舒服，然后也看得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配料。非常喜欢这个嘟嘟和猪肉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大湾镇的廖秋桥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传统的红烧肉，菜是水煮的。深受大家的喜欢呀，爱北风吧。菜这个鸭肉很好吃。